跳爬式液压顶升构架平台脚手模板体系进行施工。跳爬式液压顶升构架平台脚手模板体系由模板系统、内外构架支撑系统及动力系统、钢平台系统、脚手架系统五大部分组成。该模板体系最大的特点是采用了工具化的整体设计方法。 液压顶升方式提高了模板体系自动化程度，带模爬升减轻了操作人员的工作强度。其工艺原理如下：下层混凝土浇导完成后仰护，绑扎钢筋，模板拆除后以内构架为支撑，利用液压动力系统顶升构架平台体系半个层高，回提油缸半个层高。 同样方法完成该体系余下半层爬升。接着模板安装完成后，胶导混凝土进入下一个作业循环。为保证构架平台体系顺利通过深壁横架，其施工工艺流程调整为：先顶升构架平台、模板脚手体系。 然后安装水平钢构件，绑扎钢筋，安装模板后浇导混凝土。为确保施工安全，构架平台联系钢梁拆除、复位与深壁横架水平钢构件安装应交。